好，我们现在就到了玻璃瓦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停好车啦。然后一停好车，就看到这个柯南里面的杀人犯的眼神。柯南杀人犯的眼神就是长这样。对啊，凶手的眼神。老婆，好可怕哦！要比我们上次看到还要大。超小，转一转就死掉了。比我们在那个桃园谷看到还要大只。对对对对对。地方就是漫画童，漫画童是吧？你们不知道漫画童是什么？你们没有童年的漫画童，就是你的眼睛看进去，然后一直转转转转转。漫画童，太黑了。再来一次正确练法。漫画童，万花筒，万花筒，漫花筒。好，可以，来，我们过去啦。确保不会刮伤。他这个拳头，来，我们来比一比，三个也不够他大。他大了，一个长架。我比他大了。我也比他大。我们的能力比他大。赶快把你家的阿罗给用掉，我第二个罗拜。为什么要等以后？对，把它丢到那个。哇，我飞进来是这样的。啊？漂亮的，要送你吗？不用。哦。在。这里一进去哦，我们准备你们进去。哎，换桌子。好好笑，这个是奇奇哦，奇奇二代，玻璃长这样，哇，超多子弹，很刺。拿回去啊，这好好玩啊，这里。漫画头，喜欢怎样找就怎样找，但是没有裸去我的人吗？有另外一句。对呀，还有另外一句。你站到这里，你在这样子沙丘那里看你的前后左右。过去，啊，这里是没有的了。哦，这是没有了，刚刚逛完了。有啊有啊，搬出了。啊，真的？哇，好可爱哦！小心哦，不然你要掉下来，就前脸那个撞墙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就不小心这样了。好，回来。我们跟阿飞玩捉迷藏，现在阿飞找不到我们了，跟你讲哦。哇！别别太近了，太近了。我要看到了。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。哎呀，找到你了，捉迷藏成功。这里是哪？没有，黑黑的。这里不是转的啊，这万花筒啊，那里要勾边哦，那里要好，我让我们找到找。哇，阿贵好多花，阿贵要来，容易要来，嗨，我要打怪，我要打怪，好鬼哦，我变成鬼一样，手机打怪耶、yeah, 好多奇奇有吗？打三遍哦。
好像好多里哦，我们在这边看到里。要买吗？要试试看吗？一根多少？一根多少？六块。那可以买啊。试试看也好特别啊。都痛。哎，是。筷子干不起来，看不出来吧？这是玻璃管的破破啊。对，十二块。然后你好像也没看过这种东西啊。我没有看过。笑死！筷子一样，试试看，好吃干嘛？你们也不要断掉。哇！都买了四个。笑死！你怎么买那么多？我家慢慢嗑。真的吗？你又不知道好不好吃？好吃，真好吃。啊，你吃过了。真好吃。你这一段我看，这就是我平常吃，好笑。越来越。哇！你这一段有吃看看就好。好，我吃这个看看。它越嚼越……越嚼越香。好。啊！好笑的感觉哦。你像野战狗粮。嗯。我是买那个直接一包，味道不错。嗯，很特别，但是我吃过的感觉，嗯，还可以，嗯，蛮香的，配个奶茶会很好，嗯，真的，配个奶茶，配着喝，嗯。哇，太理解了。在他们外面烤的，很好吃的。对啊，150块我们要。